而且今天带的这是给谁带的呀？给那个。这冰墩墩是给谁的？给方熊姐姐的。谢谢。这个是为了手表。哎呦。还有我的礼物。太好了。我觉得我找到了十三的弟弟。这个捏的是我是吗？姚帆叔叔。对，这是送给您的。谢谢叔叔。但是你可能不太了解，因为做越战越勇啊，我和方熊姐这是。这得有多少七八年的感情了，嗯，亲如姐弟一般。但方晴姐平时不在北京住，每次录完节目就拉着我的手，就是依依不舍。每次见到我就想得泪流满面。我决定是这样，你就把我这个形象送给方晴，把给方晴的冰墩墩你就给我就行了。我个人觉得，虽然可能冰墩墩不如我跟你认识的时间长，但是我对他的感情更加的深厚。来，请把冰墩墩给我。你就要那冰墩墩，你也不要我呗。你这，我先问你，你把你那个拿回去摆在哪儿？放到我们家书房吧。你知道我要把它摆在哪儿吗？摆在哪儿？摆在我夏奥和冬奥的两把火炬中间。哎呦，跟我凡尔赛是不是？啊，我把它放在我的卧室和书房中间的过道上。